江哥是走的走到你没有天香过好想呀没有吧你看你看到这个高兴吧高兴吧像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好之类，但是没有技术，我们的那个地方条件有限，地也少，所以想到这里来看看的。他们在这里每个月都会有3000到4000元的工资，同时我们还会挖掘每个人的潜能。爸爸妈妈的零花钱嘛，2000块钱零花钱嘛，是我的弟弟的生活钱，还有我的养猪的生活钱就够了。2000块钱嘛，我们自己花。